72公斤级，红方戴双海。德勒辉，非常惊讶的，令人惊讶的一个出场的攻击。我们看到，戴双海呢，刚才是跳起来凌空一腿，但是呢，现在他是趋于下风。下风。戴双海的这个特长呢是拳法和一个一名武术搏击的选手，那么要经常面临的一些新的问题。危险了。我们看到是戴双海的手臂啊，现在还是死死地缠着对方的头臂。对方是控制他的手臂了，蓝空选手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动作并没有延伸，因为他应该是把这个杠杆的这个支点呢，支点力点发力点呢，应该把他们迅速的。德勒黑呢，我们看他现在居于下方。那么现在就等于啊，是要看戴双海给他上课了。是的。戴双海这会儿他应该说是得心应手了，已经拍电认输了，认输了。我们看到场上裁判员还没有意识到啊，这个场上的局面的突然的变化。对的。我们有请场上裁判王金喜宣布本场优胜者，红方高师。那么现在为获胜者火狼王戴双海颁奖。72公斤级，红方吴昊天。This is a dirty ENT basement production. Sing that shit.有请南方张勇。第八场比赛已经开始了，场上裁判杜振高一声口令，目前呢双方还都是在站立的进行较量。我们看到双方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，张勇呢处于力量很强的选手，但是目前呢他去下方的时候呢，他现在的处境还是不妙。你吴昊天呢？双腿啊，把他这个胸部呢控制的比较牢。对。所以呢，在向对方不好摆脱，张勇想要摆脱是非常困难。是的。好，机会来了，一粒降尸会。我们看到张勇呢，现在利用他自己的这个。功力方面的一些优势，现在开始呢把场上的局面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呢进行一些转化。刚才吴昊天呢有些大意了，打得也有些得意了，但没想到那个张勇呢用了一个转身摆脱了自己的局面，反而转身左中，因为对方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手已经到位了，对方呢这个双手在这个自己的颈部之间呢，并没有一个有效的保护。是的，手法现在还有机会，这个机会非常好。张勇啊，大意了，太大意了。
现在他只要手到位了，好的，现在手眼看要到位了，哎呦，又跑了，还是力量啊，一力降十会啊，哎呦，拍了拍了拍了，看来不行了，到底没有能够挣脱，是的，他自己也是自己很遗憾，很遗憾，懊恼不已，太大意了。现在我们有请场上裁判宣布本场获胜者，获胜，好，为红方颁奖。第九场72公斤级，红方王磊，由北京联东集团镇东搏击俱乐部赞助支持。王冠，由北京少林武校赞助支持。20岁，身高1米78，70公斤，摔法好，动作灵活。红方，林方，准备，开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随着场上裁判员纳顺格勒一声口令，第九场比赛已经开始了。双方短暂的这个拳法进行了一些拼打之后呢，我们看看能不能迅速的转入地下。上来以后就进入了摔法。好的。哎呦，看到王冠，在已经倒地之后呢，几个手脚的并用的这种快刀啊，迅速的又转过来。哎，现在呢，他居于上方。对，又把这个王勇的王磊呢控制在了地下。双方运动员一个王磊，看呢谁呢能够更具有王者的风范。是的，这种动作呢双方都不利于施展，哟，这种危险了。王冠呢非常聪明，是他利用规则呢 是把这个对方的头部啊摁到一定的距离之后，然后呢进行打击。是的。但是我们看王磊的力量非常的好，力量很大，力量不错。好的，我们看到啊、这几个细攻啊，应该说蓝方王冠的细攻还是比较有力的。好，好，一个外刀，我们看到王冠的摔法啊，也非常娴熟。是的，可以打两拳，哎，对，把对方转移他的这个注意力，转一下防守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危险了。现在这个局面呢，已经，我们看他已经失去控制了。王冠就是取得了胜利。王冠取得了胜利了。有请场上裁判纳顺格日乐宣布本场优胜者。比赛结果平分胜。好，现在为黑方王冠颁奖。